一个人要成功不是靠学历，靠自己，靠什么？靠自己做人做事的态度，做人要诚恳，要认真，做事一定要精进的。所以这个成功哈，不是天分，也不是那个运气，就是要不断的做，啊，重复的做，细心的做，就是要一直付出跟坚持。他就是有想要去购买，所以他们进来的比例没有年限这么高，可是他就是一定会买，他成交率就是百分之百。